庙会放烟火到了嘞，火光狂炸，喷出七彩亮光，还把货车当炮台狂轰猛炸。屏东南中庙会下重本，信徒看得很过瘾，但漫天烟雾也已经造成空屋，环保局恐怕开罚。而在丰港则有离奇车祸，车子失控偏移，直接撞进民宅，狠狠撞爆车库，弄个咪咪冒冒，水柱喷到挡风玻璃，超吓人。怎么这样？我满身。疑似精神恍惚失控撞民宅，车头整个挤扁，三人受轻伤。什么意思？直接撞进去。台东则有轿车爆冲撞到，喷飞出去，摩擦地面，狂喷火星，零件在空中爆开，碎光光。疑似打滑失速自撞民宅花圃，驾驶受伤送医。高雄凤山则有汽车慢慢撞上摊贩，但车里明明没有人，怎么会自撞？啊，大家说那个人怎么在里面都不出来啊？就全部都在撞歪移啊，又未将车辆打至 P 档。有乌龟啊！等一下，我的天啊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要走过去。开车居然遇到乌龟过马路，等超久还被后车狂追。桃园马路上居然有超大黑猪从货车上掉出来，呆坐马路。恍神开车冲撞车库，吓坏发出惨叫，还好没有人重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